各位媒体记者先生小姐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呢又劳师动众啊，你们这个还没有来呢，昨天就已经先有发布说今天呢杨秀惠上我们这个挑战嘛大神。那我想大家也很好奇哦，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呢又马上邀请杨秀惠啊？你也知道嘛，这个电视台做节目总希望有点新闻啊。那我要谢谢我们制作人哈，给我们机会。好了，那这个事情到现在其实也两个礼拜多了哈。也谢谢很多的媒体记者先生啊，这段时间呢，不管是对我们大家的关心啊，或者是呢对我们大家的支持，我们非常谢谢。那跟秀慧呢还是一样啊，我那天在记者会上也讲了。跟秀慧呢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心结了啊，这个人呢一个坎过不去呢，你很多坎过不去，你如果自己都放不下的话啊，这就是你自己没有智慧啊。你如果一个事情呢一直纠结的话，那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啊，再讲到我9月1号领老人卡了啊，一个65岁的人呢还很多的事情呢啊看不开过不去，那我是从来没有看不开过不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啊。我的人生呢历练很多，那不敢讲说我成长很大，但是呢我一直在成长。不过今天呢谢谢大家啊，那我们今天邀请啊特别重金礼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，来欢迎秀慧哈，杨秀慧。谢谢，刚讲。今天这个好特别，好奇怪、啊。哇，这个，哇、啊哦，这个真是啊！谢谢南哥，谢谢南哥，南哥，谢谢啊，南哥，我爱你。没事，谢谢，没事。我们本来就，我跟你讲啊，他说他跟我没那么熟，其实我一直跟他讲，我说秀慧，就照我的认知啊，我真的跟你很熟。其实呢，到底熟不熟了？不是，其实我也真的跟你很想要很熟，但是我对你有一股惧怕。惧怕是正常的、啊。不是，我一直觉得奶哥刚刚那个本息钱哦，很像眼镜蛇。对，所以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我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触怒他，我就一直对他有防备。其实说熟，真的很熟，我们认识大概也快要20多年了。啊，什么不止啦，就是20几年一定有了。对，所以我对奶哥是一直非常尊敬。也许在那个节目上会动动嘴，对你没礼貌，但是那个都出于就是节目效果。哦，你讲效果了。对，但是那一天现在讲话都特别小心，很容易就讲到我们的语助词的。不是，可能那一天哦，我姨妈可能快要来了。啊，还有姨妈来啊？刚走3天了、啊。各位出去放鞭炮。可能就是有一股情绪就上来说，怎么愣住说？怎么我会很贱？然后我就。哪个讲那句话之后，我头皮就发毛，说然后我再继续说啊，对啊，嘿啦，怎样怎样，嘿嘿，啊，接下来对啊，回家之后我想说，越想越不对，对啊，为什么我上一个节目怎么会变成贱呢？就一直想这样，其实那是一个女人的纠结，其实那个真的没有什么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太不了解女人，真的，以后你要了解女人多一点。不过不管怎么样了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们想啊，今天为什么说我也愿意啊？让大家再来哦，让看到我跟秀慧在一起，不是，因为呢，我怕很多的，我们讲哦，很多的酸民呐，还有那我很多人不了解事情的人，我希望借着这个事情也告诉很多的人，我们绝对不是炒新闻，我们也不是要蹭新闻热度，那今天就找秀再来发布一次新闻，不是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其实人生当中呢，其实有很多的人事物。哦，你会碰到不如意的、不开心的，对，但是其实都会过去，都会过去的，没什么过不去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生小孩那么痛啊，就天啊，乖乖生啊，过来几天，没过来几百岁啊。好、哦，你看看，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嘛。哦，所以我就讲说，今天我们希望借这个事情，也告诉大家，虽然有误会，但是呢，即使讲出来、讲开了，对，绝对。不要放在心里，这才是聪明。放在心里的，我告诉你，绝对会生病的。没错，憋在心里绝对会生病的。没错，好，你的心那个坎过不去，我跟你讲，你一直压，就像我在前面开场白有讲，你不知道有没有听到？你如果自己都放不过自己，对，那叫你自己没有智慧。没错。好，如果你一直纠结在心里面，就是自己不放过自己，你自己可怜。对，所以啊，何必呢？
何必这样子？没错，其实呢，我10月10号去做了那个大肠镜的检查，然后减了息肉，然后医生叫我要休息一个礼拜，我才休息3天。昨天就接到贵节目的电话，我在想说，可是医生叫我休息一个礼拜，那我到底要不要去？可是我不去的话，我怕奶哥会误会我。我想说不管了，不管你哥你是减了那个息肉还是减了大肠，我一定都要去，所以我今天就来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？吃大肠，大肠面线。真的，我们今天中午午餐是吃大肠面线的，好吧？是真的，这是肺腑之言啊，真的，谢谢奶哥。没事啦，我就讲这真的没事啊，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哎呀表面上没事，四天嘛，没有，绝对。我徐乃麟个性绝对不会这样的。我跟奶哥杨秀慧我就不知道。没有，我也是一条肠子通到底的。其实我是双鱼座，但是我有一个上升也是处女座啊，所以我知道你的个性。我真不了解你是双鱼座，真的。那你是双鱼，那我就真的特别更要原谅你了。真的。双鱼座太容易点到那个，对不对？一个玻璃心一点到他就会那个。对了。哎呦，你完全不像。我不像。你外表就是天蝎的。不是我外表就像狮子。狮子的吗？狮子不会，狮子不会讲。狮子是不讲话的。哦，狮子是可以3个月不跟你讲话。哦，真的，我对星座还有一点点了解，是是，因为我们家就有个狮子。是，好吧，那今天哈。没事的，没事。大家有什么问题问我们的，我们知无不尽言啊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要问？两个人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。奶哥，我爱你。我看刚才呢，他那边稍微化妆了一下，对。我要先去跟秀慧打招呼啊、哦。我说秀慧啊、哦，都没事，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。我认识、奶哥20-30年来，第一次摸到他的手，他的手。你乱讲。真的。你差一点摸到我的。没有，对不对？以前节目。差一点。没有摸到。没有真正的这样握到你的。还好。软绵绵呢。我跟你讲，真不骗你。真的。哎、我告诉你，男生的 手好粗、哦。对，我的手就真的很粗。哎，然后这我跟你讲，这个算命学上，对，这个手相学，男人要软如棉，对，女人要细如彩，真的，这就是命好，对的，好不好？你看我细的吧，好细软，哎，搓麻将说的，是好。那秀慧姐现在还会介意，就是跟我节目上再讲到剑这个字？啊，没有，现在你叫我怎么剑，100个剑我都 OK 了，我已经哎，不要这样子，防护衣了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你不介意，我介意哦。好，你现在介意吗？我现在很介意哦。那现在我换，哎，人家说。哎、欸，下次我跟你见面，哎、欸，不没有，我跟你碰面，不要讲跟我见面，哦，千万不要，哦，哎，反正我明天跟你见行，不要，我明天跟你送行，哎、欸，也不行，对，那也不要说见眉，也不要吃见堂，哎、啊，可以，这样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呢，让大家甜甜蜜蜜，开开心心，好、我们送秀慧呢，啊、大概有20把剑了。剑，白色的剑，这太多剑了吗？万箭穿心啊！这个看到没有？一次过瘾，一次到位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人生啊，其实幽默一下，化解过去就好。真的，没有什么那个，是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个冲，你还是要来。我要，我一定要去。因为大神比较少请他来，因为他太贵。没有。我们这个节目啊，那个如果通告费超过10000就不请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节目真的，我妈妈每天都在看。所以啦。对，真的每天都在看。她一直问我说：“啊，那是重播的，还是真正新来？”我妈，我嘛唔知影呢。我们真的重播蛮多的。对，然后她说，她每次看啊，几集就播过来，安娜都在播，我可能东西经费无够啦。好吧。想问一下，那两位可以和好，关键是陈哥。啊，对，因为那天我去录他的节目，陈仁哥呢，我录完，他就说：“你有空吗？”到我房间聊天一下，我说哦，好，我就去。哇，你敢随便进他房间，我好佩服你的胆识。我才佩服他的胆量嘞，我才佩服他嘞，敢邀我嘿，真的怎么样？哎，当安总的无几个呢，然后呢，去他就说，秀慧啊，你安尼吼处理吼，真正足无妥当。我啊，陈哥，麻烦你就开始吧。你说你知道乃哥是什么样一个人吗？他就是。几条灯啊，看他称为狼，他的个性就是安尼。你怎么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你还不知道他的个性？我说不是，因为我就熊熊听到那个字，我说你也知道他是节目效果，他有真的可能骂你这样子吗？我告诉你，
我说，可是我就觉得好像奶哥不太喜欢我。他说你傻了你，奶哥不喜欢你，奶哥不喜欢的人，他绝对不会跟他互动，一句话他都不会讲。这句话点醒了我。哎呦，我跟你互动太多。对，是。我想说，哎，对，那奶哥每次我去他节目，他就一直弄我，包括我穿什么他要弄我，讲什么他要弄我。对啊，那一天他说，我说你每次都在我这一队，害我每次都输。他说那我下次到成人那一队。我说对，到成人队好。他说我下次还要在你这一队。我说那你在你这一队，我就那一集我就不录了。就是这样开玩笑，来开玩笑去嘛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对对啊，对，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对，所以我才。开的直播，我才跟奶哥道歉说啊，真的很抱歉。没有没有，我在太幼稚，太没不用道歉。我们都没有谁对谁错。我讲真的，没有谁对谁错。这是一个大家可能对，我还是在讲那个，你说听者啊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那你可能有意嘛？那我是说者无心嘛？我们两个都没错，对不对？我说者无心，那你听者有意，你听者有意，你就讲出来，就没有事了，对不对？就只是没有当下没有讲。才会造成后面这件事情，对，所以都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就当作呢社会的一面镜子，对啊，小的误会当下解释开来，大家都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。这就好像英雄惜英雄，不打不相识啦，我觉得这个结局圆满的，我也真的要谢谢奶哥。不要，真的不要，真的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任何的那种啊，想要掩饰虚伪，不会，我要。秀慧的个性也是一样，对，我跟小男生其实没什么两样，真的。双鱼座的知道就好了，对，好，还有吗？奶哥想请问一下，哎，那个他这次有拿去注册吗？什么？他这输不起有注册，那这次有拿去注册吗？这次他说输不起有去注册，输不起会注册，但我不知道你很贱要怎么注册。你很贱好像不错。像我老婆那个烘焙坊，我不是有我们做了一个千层酥，叫输得起哦，输是那酥脆的酥，我很会取名字的，真的输得起好，我们有输不起叫输得起，对不对？你很贱，那个蛋糕可以叫你很贱的哦，有啊，万箭穿心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很好，好吧，好。那个息肉割几颗啊？两颗，一颗2公分，一颗8公分，都是被我气出。对，8公分。对，医生说。你还说你一个肠子通到底，怎么可能？没有啊，可是我看那个 monitor 还好，也不是很大。哦。对。那8公分。8公分的是这样子。0.8了。0.8。8公分。0.8。我的8公分都被长痔疮了。0.8，0.2跟0.8。听说那个可以申请那个就是那健保给付，不是保险，1颗可以8000美。那看你有没有保啊，有保才有。我有，是啊，还赚钱对不对？赚了16000。是。后续会化验吗？这个息肉？哦，有，现在正在化验当中，但是那个医生用眼睛看，他说是没有什么了。不会啦，而且零点几才赚，那个都没有问题的啊。这个趁早发现，趁早治疗。没错没错，2、3年都要检查一次，大家哦。好吧，好，感谢大家，你看劳师动众，这么多人来，谢谢你们大家，拥抱。好，谢谢吗？谢谢。什么照片吗？麦克风收一下，让他拍个照，对不对？好。请看中间。好，左边。好，在右边的大哥。手比爱心。真的。这样吗？好，手比爱心哦。有请波浪币。那是安内呢？安内。算了，加起来100多岁，不用了。这是一个人是这样子，对啦，啊，两个人就这样呗，对，好，这样子 OK， 好，这边算了，就配合一下吧，好，左边，好，右边的视线来，好，那我们要不要跟那个万箭穿心照一下哈，跟万箭穿心照一下。来，万箭穿心来一下。他们已经吃了。还没。
怎么敢怎么敢？哪个要切第一头？左边，来左边左边，中间谢谢。好，好，右边这边，好，再回到中间哦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好吧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开玩笑说，应该已经停了吧？说大姨妈。哦，大娘已经停八年了。OK 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